可以吃。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啊？哦，就是这串数字跟你刚刚所说的九八零二兄弟六面过完了吧？又给我开了六关，打吧，六关完了又开了六关。好，我还讲解一下这个原理啊。六关之后又这是一个六关之后还六关三张牌，我正常的发牌，它其实实在是太累了。我你会发现呢，如果一张张往下发，好，几个人一张一定在前一张上面，不知道对吧？很好理解，连拱月都没有，后边的乱再发出来，你会发现其实顺序没有改变。依然是四在三上面，五在四上。这暂且就是，所以打乱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变牌的顺序。改变牌的顺序，如果这样发下来，最近研究了什么新菜？我没发微博，应该发微博。我最喜欢的重生垃圾机。然后昨天首发做了一个特别成功。我看你还做那个那什么油爆豆腐是不是？那天有点失败，先炸。对，这油八字机我们得有点费劲，炸得炸三遍。我会做饭，但是我做的也就是眼前常见的菜啊，像什么大菜我也不会做，什么发点鲍鱼啊，来一佛跳墙啊，我也不行。今天是做了一个三丁。一四年你叔哥给我做过一次焗饭，哎呦，哇，那就是怎么样呗？咱实话实说啊，当年焗饭不是很流行，咱就有这个超前的意识，做完那个焗饭，那就是一个焗中焗。八年前，行吗？咱这意识多超前，行吗？行。那你组合给你讲讲结果，就是到了。对，毕竟咱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咱要真是一个专业的厨师，咱就做出来了。差点连锅一块倒了。对，糊了，心意到了。哎，对，老三说的这个对。哎，九良老师的葱油面，那对，那就是油，就跟喝油一样。杜老师特别厉害的点就是嘛呢？就是他什么都敢做，就是他不会，他敢，有胆儿。他是在夸我，对，这有什么不敢？这不能做的不好吃给毙了。大不了就到了呗，就百度找了八样东西，把米饭、电饭锅、米饭，那鼠标上面需要搁肉，挖点肉，它上面还需要蛋，搁俩生鸡蛋，比如还需要嘛，把东西都码上面焖吧，放没放水吗？不在这。吃一口得吃一口，不能尝尝。对呀、啊，那不能少两道了。对、啊，太不尊重我们这锅了。那不是讨厌锅，他不是讨厌饭，他是讨厌我。他要打人就给扔了，他不是讨厌饭，那是讨厌我。是糊了呀，还是味道不好？是味道不好。哦，味道不好。张小白做这还不错，张小白做鱼饭。重点突出在局上，就跟吃食似的。他不错，还真的敢弄。他那阵烙鸡蛋饼，这个能吃吗？能吃能吃。啊啊啊！就是特别厉害，就是还印象里啊，鸡蛋饼就是肯定得有鸡蛋。然后有点面，嗯，也不知道比例，他就在家里开始转了，最后成功了，
第一次是失败的，第一次是失败，慢慢就成功，慢慢就成功，可以啊，就像炖牛肉一样，原来我炖的也不好，后来我觉得我炖的还不错，就你得经过不断的训练，是不是？我前天炖了个排骨，我实在是没办法邀请您，实在太好吃了。那天那个呢？哪天？我去那天那个呢？吃了。哦。晚上得十二点才吃完那顿饭。你是吃冰棍的吗？我你刚看见，我都快吃完了。这是什么冰棍？这是？这叫四个圈。今儿天津风小吗？是啊，早晨风大。我打算送孩子上学，这阵特别冷。他又走了。没有，我滑下来。五队谁做饭最好吃？刘春山，哎，李和彪，彪哥就我就吃过一彪哥，彪哥做的饭，春山叔做的饭还是很好吃的。春山叔弄的丸子汤特别好喝。对，你要说不好吃的呢，他肯定就不做了。我记得有一回，我听彪哥给我讲，做什么来着？四喜丸子，那大丸子，狮子头。嗯，狮子头，彪哥给我讲，我的妈呀！我说这得太费劲了。彪哥会做也爱做，这有人会做呀，不爱做。这个饭做出来就没有这个味道，没有灵魂。你得会做爱做，拿它当成一个爱好。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做，我也不爱做，对，但是必须得做。那为啥？我就是爱做，我就是爱，好像好久，我真的好久没做饭了。前段时间炖了个鸡，所以现在我在家做了几次饭以后，我就发现自己做饭还真挺好吃。对，做饭是一种爱好，这是一种主要人的态度。这谁做饭都做不过这韩九明。不是说他做饭好吃啊，不是说他做的多美味多好吃，就是他对于食品这个态度是值得我学习的。淼哥来了。张小白会做，张小白他也做饭了。对，张小白、韩九明，这都是我比较佩服的人。我会做饭，我得爱做饭，不是因为吃饱了或者因为馋而做这顿饭。你要说我就想吃饱，可以点外卖，我馋了，你馋什么你就吃什么。做饭是一种态度，他们对于这个美食的态度确实太优秀了，就不嫌麻烦了。能从早晨起来八点就开始准备，到中午就做出来一碗饭，这碗饭嫌麻烦，灵魂的。然后现在我放弃的，就是做饭啊。我比如说这顿饭我做了一锅米饭，我多做点，然后下一顿呢我就做一烩饭，都这样。比如说我们家正常，我们家三口人吃米饭应该吃两碗半到三碗，嗯，然后呢我就整四碗，嗯。然后多出那碗呢，可能富裕一点呢，我可以炒干饭，下一顿晚或吃个夜宵的时候把那口就吃了。嗯，我感觉烩饭还挺方便的，我做点菜弄，然后弄个汤底，把米饭加进去一收汁儿。比较麻烦，其实就是嘛呢，你多炒点菜，那然后把菜跟饭一块一炒，加点水。这个叫烫饭是吧？过年的时候吃的。我叫咸饭。有一个叫折螺，是这么吃吗？折螺不是。折螺。折螺。对，这不叫折螺。八百个菜。折螺里边有饭，对吧？只这不叫折螺。折螺是嘛呢？比方说，我看看啊，就是您家今儿炒八个菜，然后给它怼一块就叫折螺。看这个菜，这个菜，这个菜。比如这也是个菜，我把这四个菜呀、啊、放在了一起，它就叫折螺。但前提必须得放一宿啊，前提得放半天。
必须得是剩饭啊。对呀，你不能是做。现在有很多那卖整桌卖折罗的，他是炒十二个菜、十八个菜，他当场就没动，就给你和在一块儿了。这就是为了吃而吃，没有灵魂。他这个叫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好饭往家转，初四炒饼炒鸡蛋，炒饼炒鸡蛋。对，初五是吗？初五念你，好像就是念你嘴。好，初五年你在初六折罗，初七吃药，对，吃药呢。初六吃折罗，嗯，对，剩太多了，对，剩太多，都剩五天了，早该坏了。对，这我觉得就中国人还是特别喜欢这个饺子面的，哎，比较喜欢。你看头伏饺子二伏面，这就是我告诉你，一人一个想法。真的，以后啊，我要在我们家有地位了，我认为逢年过节家里就得吃重庆辣子鸡，吉祥。它也不是天津菜呀、啊，你就爱吃这菜。对，我爱吃。对，辣不行，我吃不了多少辣的。不是重庆辣子鸡不辣，它并不辣，它里边就是干辣椒，看着辣。嗯，对，其实也辣。对，别吃那辣。但是你看，你买哪种辣椒？有的辣椒特别辣，那种辣椒炒炒辣子鸡呢，就是辣心。辣鸡不辣叫菜吗？他的这个菜是，我是真的吃不了，太辣了。哪个？长沙好多菜我都吃不了，它都有辣椒。对，长沙前两天那个剁椒鱼头实在是太辣了，辣的让人难以接受，有点。就是现在有好多店就吃那种川菜的，嗯，不止川菜，还是这种鱼菜啊，就这个山城辣子鸡的招牌啊，招牌叫山城辣子鸡，就是特别小小几块，嗯，满盆的辣子，在辣子里边找几块啊，对，现在都是那个。我那天在大悦城吃了一份，然后我就细看了看跟前吃饭的人，但凡点这个菜的人全剩下了。就太辣了呗，太辣了！我吃两口，你看那天我挺饿的去的，我吃了有这么七八块，然后就嘛也不想吃，就烧胃，然后就去厕所就不行了，烧得慌。他那辣椒辣，辣。他们都用朝天椒、小米椒，对，那就巨辣。不是，他还不是那种辣椒，就是红辣椒。切角就是这么长，应该是这么长辣椒，就角就剪成那么一小块一小节小节的。估计这个肉里边肯定也搁那种辣油啊，或者是我估计有可能搁辣素嘛。对，而他拿辣的可能也腌过，有可能不是正常的辣，化学的化学料。嗯，不行，实在不行了，当时哎呦。对，最近我在网上老看那叫什么霉豆腐，看的我还挺馋的。霉豆腐长毛那个，对，长毛的那个，先给你拌。就是你买一板，然后他叭叭叭叭给你弄到盆里，然后搁上辣椒面，撒点白酒，搁点什么花椒面，搁点盐，然后给你放在罐子里，你回去放半个月就能吃，就跟酱豆腐一样。就是酱豆腐的前面的工序。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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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他不酱那一下，他就直接拿东西拌豆腐乳。嗯，对，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应该挺好吃的，可以来点馒头。最厉害的是嘛，现在最厉害的就是家里这个空气炸锅可以炸一切。哎，对。但是炸出来就是干，但是挺减肥的，我觉得。哇，放点油。对。嗯。前两天拿空气炸锅看抖音上推的那个炸空气炸锅炸豆腐。对，我也看那炸豆腐了。我试的是，我觉得不怎么好吃。对，炸花生米不好吃，炸薯条更不好吃。炸薯条没有油，时间短了。我有，那这东西是不是就当烤箱使比较好使啊？也不行，这种烤什么呀？就是你来一个小锡纸碗，烤点金针菇，不许再吃了啊！明白了。烤点豆角，烤这种你本身就放油的，你要烤薯条，我上回烤了。半小时，嗯，就一放盘子里头，当啷当啷的。
硬了是吗？就硬了。你要烤时间短，不熟，不熟。油是不是？你已经吃了俩，压根就没放油啊。不得放油，得放油。嗯，要不那个薯条就烤成什么了？就烤干了，烤成那个咱吃的那个零食的那种。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当当当当。你问问妈妈让你吃吗？我原来炸锅的时候，家里有烤箱嘛，我把土豆成块，然后拿那个调料油抓好了，放的锡纸，放烤箱里烤个20多分钟，出来之后包土豆挺好吃的。对，但是这空气炸锅其实我觉得比较鸡肋，它不如烤箱。对，它而且还特别小，你它都是单层的，你烤不了多少东西，它太小。嗯，太小了。肉类可以不放油，哎，可以鸡翅也行，鸡翅弄出来巨棒，或者羊排那种法式小羊排，不是它本来是。就多吧，对，第一水分多，有油脂，然后把那油都烤出去了，比较干，比较弹。嗯，别蹦，别蹦，别蹦。烤红薯，烤红薯啊，就不如出去买一块，就拿空气炸锅烤一个红薯，那电呐，那电表就像直升机一样的转，估计得。建议好吃的烤红薯，对。然后那得烤，我觉得现在本来挺爱吃烤空气炸锅加薯条的，但加完了就发干，它里面就是真没有油不行。嗯，对。但是我们家就唯一炸哪个好，就是几块，就那种上校几块，卖了几块。嗯，炸那挺好吃的。因为鸡块、鸡翅这些应该行，它里边有油的。对，本身就是有点弹性的这种东西。天津有一个地儿叫山姆。我也没去过呀，山姆超市吗？嗯，对对对，应该是山姆超市，我没去过。现在我们有一个哥们儿就一直推荐我去一回，就说去了那这你都不想出来，真的。红薯等炭快灭了放进去最棒，东西特别多，哥。对，而且说便宜，我们家也没有炭。便宜好像也没有多便宜。然后呢，他弄了一那个炉子是吧？点炉子，然后把这个放进去。什么鸡翅？奥尔良口味的鸡翅，烤了烤，挺好吃的。而且山姆这个，那阵我特别想去山姆买他那肥牛卷儿，但一买就得买巨大，一买就10斤，10斤一卷儿，太大了。没买过，我没去过，年前就一直推荐我去。我也没买过，张小白老买。蒸炉子可以把红薯放进去。哎，那是比较好吃。那山姆要会员，这不就相当于麦德龙吗？蜂窝炉，蜂窝。德龙不知道，反正他们是需要会员、哎。那得点炉子呀，那点炉子就行。其实现在我特别爱吃外边那个没皮儿的那个山芋，烤的那种，电烤的那个，把皮儿给你削了烤。然后给你来个小皮儿的山芋吗？对，山芋，拿勺拐着吃。给山姆得花260块钱办一个卡，然后就可以进去买，进去买点东西。哦，我说谦儿，我喊我一块儿去呢，因为他可能有会员，我没有。对你没有这个卡，就是你买不了，就跟原来你买的。最早的麦德龙嘛，对，就跟那会员制嘛，对，都是有那卡。你没去过，为嘛你有会员呢？因为他可以送货到家。量太大了，对，这我都不知道啊，这东西就是量太大了。完了，小丁也退出连线。这是谁呀？河北豆干糖是谁？他能知道王文谦怎么去呢？他怎么知道我说这人是王文谦呢？山姆酒吧可以送到家，对，山姆酒吧送到家，而且现在我看网上还有好多代购的，就是他可以买一堆出来，然后就是山姆就是大量，对，就是量大，量大，而且其实也还不错吧，也就大概就那个意思。咱确实，您家那你为什么拿这张牌？我。你家烤肉确实太厉害了，
上回那烤点那个小牛舌还真是。等您回来，您什么时候回来？您是在那儿度假呀，还是上那玩去了？下礼拜，哎，下礼拜不行，下礼拜谁说话？下礼拜您回来，下礼拜我们就去演出了。我们应该是23号回北京。那咱们就谁呀？咱们就这就是吃烤肉那个，咱不说明天约的17号吃烤肉吗？啊、这回吃不了，等他回来再吃吧。大家给榜六点点关注。大家给刘贺安老师点点关注。完了，贺安老师在那，人家榜六也不来我这儿。你干嘛去了？我掉了。啊？我掉了。老三，我这榜六特别好追。哎，你们先聊着啊。老三，一个嘉年华你就能到榜一。都不用嘉年华，一个抖音一号行吗？老三是谁？刘贺。哦，嗨，他刚才来我这儿了。你来个冰雪王座行吗？你就是榜一。行，你看看这说到做到，给我榜六点一点关注，给我们榜六点一点关注。坏了，哎呦，给榜七点一点关注，怎么还榜七了呢？行了，不能让我们小鬼再花钱了。本来这趟单就去不了了，还得小费。哎，龙子科下周要开始那啥演出了。老三是什么梗？老三是一种昵称，是一种爱称。是铁片大王去吃的那家牛舌吗？没有。哟，这谁给我耍？是老三是你吗？老三呢？我不是老三，不是老三，是别人。谢谢。我以为老三给我刷的呢，好，我还挺激动。没有看过龙子科，哇！怎么我跟小弟在一块就好尴尬？我们俩在一块怎么就尴尬了？哪儿尴尬了？我们哪儿尴尬？咱们这，我们俩怎么一个嫌老，一个嫌小？他又走了。完了，得看我。你这招不错，遇上一个尴尬的话题又不想聊，我怎么听不见你说话？知道为什么？老三给我发一弹了呀！老金，看我这张嘴，就。龙子可都演出了。我们还得歇着。也不睡觉，老三。老三，好好在家休息啊。你赶紧上辣子鸡呀。对，老三，你可以赶紧上上保镖这块活吧。龙子科大师兄是谁呀？这还不知道呢。这个还真不知道。大保镖黄子龙子道不少呢，学聋哑。有没有偷偷的去蹭过龙子科的课呀？没有偷偷的，就是明目张胆的去上课。好，老三有，对，有则了。对，你有一有，我知道你有保镖，咱就踏实光明正大。
正大光，什么叫光明正大？哦，光明正大去上课，对呀，这是什么好事啊？大保表，这是好事啊！这是保表，哥，晚安，晚安。等我这两天，我看你这些货演烦了，我就演演这些货了，演演不常演的了。因为今年还没演烦的，因为今年我就没怎么演。南京你去吗，静哥？去呀、啊。南京回来是新街口是吧？对，就该封巷了。嗯。你们对下周是哪个外地？哈尔滨。哦，又休息了呗。你们等于下礼拜就歇了呗？哎，不还歇不了？没有直播一天，我是从面三清下午八点，你们三清半直播的，对，八点半直播的。三清、嗯、八点半开始。你们天桥封不是天桥封，你们广德楼封。对，我们要在前门。气氛尴尬的有点微妙，真的吗？还招学生吗？应该是不招了，应该是广德楼封停止了。我们新街口，北京小剧场啥时候安排？等您回来。然后两周之后、啊、我们应该是二号三号四号，我们应该是四号，看对座，下礼拜左右，一月四号，在四号之后都可以。南京四号这两天我得去趟朱老师，你周六干嘛去？周六在家待着。没有，周六得去趟剧场，去趟园子。我晚上去啊、嗯、我得拿板儿去，我款还在那儿，或者我给你拿过来也行。我为了去趟园子。行，我想听听活去周六。好，我好，我听你。好嘞，哥，没问题。咱们可以选一天，要下午吃烤肉，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这个烤肉我觉得就得晚上吃，要是我们晚上演完了，那就太晚了。这时候还有月月哥在哪儿啊？这首烤肉不重要，在哪儿？在庙，那三里屯，三里屯，嗯，几队呀、啊？下周一队在天津德云社，三队，一队，我也不知道，你想啥时候吃都行。哎呦，太谢谢哥了，整一点小牛舌，然后哈一点。三对一对个三对、啊、吃一点，吃完肉肉喝点汽水，然后睡觉觉都是美梦，太棒了。哎呦，现在饼哥应该在三里屯了吧？嘿，太棒了，哥。然后哥好，对吧？今儿周三，四哥，那今儿周四，饼哥应该在三里屯。然后咱们吃一吃，跟栾哥吧，对吧？啊，我对，记得吧？您在三亚这是什么度假是吗？度假呢？烤鸭吃了，糖水明明还香吧？没吃，一直没有时间哎，一直没有时间。嗯、我们就是有一个话题一块聊会儿，没个话题呢就单独聊会儿。又开始了，又三亚机票往返7000多。薅羊毛，哦，700多，嘿，那还杨兵，你跟谁呀？那还真是很好。徐浩，嗯，我们这批的都快熬秃了，我的发量还可以。你等于外地下也不去了吧？我去下周，我师傅在天德有单口，对。然后就一直就没赶上现在机票买一送一。我们对哈尔滨，哎，其实两批哈尔滨演了10天，时间下周又演了7天。我那个不对，8天。我有一个小满，在广德楼，然后下午我俩就都在广德楼演嘛。然后他说他不来了，晚上他要去哈尔滨了，因为彪哥好像是有粮在三亚嘛，他回来了。然后他晚上前日子在三亚，
哈尔滨就停了，在那儿待了一周吧。别提了，哎呦，从那儿回来了。本来走走三还有一个走四嘛，嗯，走四还有有库录像的也没录上，我们就回来了。嗯，饼哥在那儿演了好几天。饼哥演，本来第二周嘛，第二周演二三四五六。三四五六，嗯，演五天，对，然后演个二三，嗯，我们就回来了。啊，天津，我们对演了一个礼拜，不太清楚，这不太推荐了。哈尔滨演了一个礼拜零两天，回家估计一月中下旬吧。上次哈尔滨到那儿，今年是二月一号有国庆，嗯，这我知道。一队行，一队就没赶上过，行，一队总共就没歇几天，嗯，对啊，嗯，一队应该就总共就歇了半个月，是一礼拜的，那很幸运啊，我感觉，对，就赶上了嘛，对，我得捡了，我是懒得捡。我是懒得捡，我想溜溜，我想把两本溜起来。看到朱鹤松就想喝饮料，我长得这么闲吗？你是溜了个狼尾吗？我没有，他只是后边没给我剪多少。明天还我看你这是有点小穗儿下来了。明天播，他后边长了，滋出来了。啊。明天下午吧，还是下午两点半三点左右又不就开始了，因为我最近也是有点掉头发了，这是一个噩耗啊，太对了，这是一个噩耗，哎，十块钱一根，十块钱一根的掉，哎呦，这一天得掉个一百五吧，他打不住，哎呦，我天，一洗头就是手上全是头发，它掉的不是你直的那些，掉的是你原来它自己长的那些，直的那些一根没掉。对，大夫也这么说。所以说呀，它就不值十块钱，不是？就称为自己嘛，不值它就不值。那掉的话也得花十块钱给它值回来呀。对，没事。但问题呀，值的时候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对对，我就别值了。然后过两年前面的头后边秃了，把前面再移后边去。然后我这现在把边我现在直这块直上了，他接着往后移移移，我不能他往后移一点我就往后直一点，我算了，我突然发现我发际线也挺高的。你没有？其实现在好多人发际线都挺高，但是这发际线高跟这个脱发这是两个概念，是挺高的吧？我就是脱发。对，你像我发际线不高，但是我现在也开始掉头发了，也开始在脱发。而且我发现好多现在掉头发掉的，咱们园子好多人掉啊。这儿不是这儿，是这儿，嗯，全是这儿。地中海是不是就掉这儿啊？对，嗯，咱园子好多人都是这块儿，都是这儿。总熬夜，对，这跟作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对对对，关系很大，包括这脸上长痘啊，对，这就是内分泌失调的出现的一个表现。作息不规律，熬夜。然后吃夜，现在吃的这个摄入这个糖分和油脂的东西太高。我们学学主任，说实在话，我们那主任那发型不好留出来。对，那属于上天的恩赐，那个发型属于。就那倔强的一撮，哪这么好弄？就是现在吃的东西特别不健康了。我们这不是斑秃，我们这花斑秃，这秃这不秃，这秃这不秃。
我脸怎么这么红？因为这个灯红，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嘛。酒花是中庆年，酒花马上人到中年了，快。嗯。酒花掉吗？酒花没有吧？酒花不掉吧？像喝酒，没感觉。就是这个灯，你看在这儿就好一点，在这儿觉得太脏，在这儿就白了，是不是？在灯照呗。但是我也会掉，我早上洗头发的时候我也会掉。你掉的多吗？要睡。就你手上能明显的看见好多根吗？十几根。洗个澡。沫子里，就头发的沫子里，就手上不要这么洗，不是手上有沫吗？不用洗发水吗？这问题好，估计他买一瓶洗发水能用一辈子。就这个沫子里就有十好几根吗？手上没有，反正就是我洗完之后，我看我那个池子这一圈，那不是，我现在是嘛状态？比如我在这洗吧，就是洗哗捋完了，这手上沫子上就感觉得有十好几根。喂，小丁，你洗发洗头洗的又是一个错误，下回你洗完了以后不要看池子，你看一看李丹，会稍微好一些。哥，你是有日子没演出了，明儿他演出也是这个。哦，丁凯最后那个字儿怎么念？刚，刚，天刚星的刚。对，36天刚，72地煞，两身债，108将，这么个了个护身不相同。我这个头盖没首领，这个掉头发这个烦恼啊，还真是。称制杜兴黑旋风，太难过。谁是个好汉？英雄二武松。这个老祖以前说了，他想啊，他就腻歪他黑眼圈，他宁愿掉头发呀，不要黑眼圈。嗯，你看现在不仅黑眼圈，还掉头发了。掉头发。所以说呀，这脱发真的是。拖到让你害怕了，就这样一揉就一把，一揉就一把，哎呀，真是太可怕了。感觉小丁学习特别好，但是不愿意学习。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反正上学的时候很少学习。你能背那个化学那周期表吗？竖着背，横着背。横着背。横着背，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铝氩钾钙。完了，你常用的就强对啊，台上够用了。对，这就敢问你史爷，再往上倒就最多倒三辈儿，再往上倒就抽他。对对对，邹忌讽秦王纳谏会背吗？邹忌修八尺囿圄而形貌异丽，行，够用了，再问下去该抽你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那天我看九海跟小白台上一个包袱，嗯，九海不说句吗？哎呦，就不是小白说了一句，我用一个、嗯、我想骂你，而且这句话你还听不出来啊？落霞与你齐飞是吗？对，然后九海那观众就乐，九海呢就把话筒给了一个观众，然后观众就说、嗯、说你，他说你是一只野鸭子。嗯，然后当然我也是看了好多评论，我才知道是嘛意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小明现在观众真的好有文化。对，这是哪篇文章？《滕王阁序》。哦，我好像学过这篇文章。对，忘干净了吧？太对了，你要说这名儿我记得，但是文章我不记得。苏轼表能背吗？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行，够用了。完了，想不起来了。《婆罗门多心经》呢？心经会吗？会，这我不会。心经不会是吧？然是为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对，阿房宫赋。嚯，这
想不起来了。对，完了，完了啊！但是我还会按八扇的那一分恶旁宫啊，过弦论呢？不会，琵琶行。哎呦，琵琶行，琵琶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它行是不行。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就记得这一句。梦游天姥，吟留别。天母吟留别。哦，天母吟留别。这什么？大弦嘈嘈如急雨，蜀道难。还有您吗？大弦嘈嘈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是吗？我也不知道。木兰辞好呗，木兰辞行不行？木兰辞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郑人买履，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去兮不复返。这是将进酒，白杨李赞。哎呦，这名儿我都没听。送东阳马生序，桃花源记愚公移山。哎，桃花源记，哎，你给大伙儿讲一个东郭先生吧，不用背，就讲一故事，能讲吗？我呀，啊、嗯，东郭先生是东郭先生与狼那个故事吗？啊、嗯，我不会，滥竽充数那是哪个故？戏过，那不就是他不会吹那个笙嘛？然后他在那儿，那是哪个郭先生？那哎，那不是写南郭吧？南郭先生是吗？哦，南郭先生，我瞎说啊，那我也不知道啊，好像是南郭先生吧？郭先生啊，啊，掩耳盗铃是哪个郭先生？这农夫与蛇会吗？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独心。苔痕上阶绿，草木兰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真是这为什么咱们开始背课文了？金鱼的故事，海莲鼠，海莲鼠，出淤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会啊，金鱼的故事。蓝荡荡的大海望不到边，天连日里来水连天。月盈年正通人和百废俱兴，都岳阳楼。在海边这没事干了，有一间茅草房在里边，住着一对夫妇都在老年。我这胳膊怎么这么多？是普希金的一段寓言故事，马上就，但是马上要考研了。叫的呢？谁要考研？你要考研了？叫苏联。但是飞机抢座是什么梗？这是靳先生特别喜欢的一个行为，他在飞机上喜欢抢座，因为飞机啊，坐飞机就是谁抢着算谁的这座位。对，我就特别想开飞机。对。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那个招聘会还有那个民航的飞行员招飞呢。我感觉这个工作应该挺不错的。就如果说但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学。那天我看一个这个文章，就说这个要是扒飞机啊，就在那飞机那个轮子是吧，它不这样收起来吗？就说这个扒飞机的生还啊几乎为零，但是有人成功过啊，有人成功过。但是说电影里有啊，电影里他扒到那个汤姆开始汤收汤姆汤哎汤汤姆斯哎那叫吗啊汤哥啊汤哥对。他不是从轮子进去的，他是愣扒上去的。他不就扒的那个边吗？对，他直接是我说是那轮子，随着那轮子就给你瘦进去了吗？我觉得从哪儿扒飞机生活率都是零。对，因为很凉，所以你必须要穿一个棉服。英语专业。汤姆克鲁斯，对，汤姆克鲁斯。
火车是谁发明的，小丁？哟，我知道蒸汽机是谁发明的。完了，没有，就是知道不知道，不要有第三种答案，就是我不知道谁发明的。完了啊，完了，这观众英语能考正说着相声了，站起来一位，火车谁发明的？问了一个哑口无言，哑口无言。不知道谁的，坏了！我这现在有正确答案了，这他们怎么还真知道？完了！火车谁？火车他们还谁发明的？张天佑，这我知道，对吧？京张铁路一个什么型的铁路？那是铁路，那是铁路。哎，铁路那些还看，那是个什么型？太哎，不是太人字形，不是人。是人吗？人不对，之字形，对，之字形啊，不是，他怎么能是之字形呢？他开到那哪儿？开到哪儿？然后掉车头这么下来呀？对，不是那天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节目？那不还说了吗？我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门口就立着个詹天佑的像，就是之字形，都说是人字形，对吧？就是之字形。火车谁发明的？火车，张嘴就来了。史蒂文森的是这个人吗？乔治·史蒂文森，这张嘴就得来呀，张嘴就得来。是这人，还真不知道。我们俩在广德楼演出，也不使的嘛玩意儿，你诸葛突然就给我来，可能类似于文火文知道的多呀，还多知多懂。老祖就你诸葛就问我，那你告诉我火车谁发明的？然后我脑子里唯一想到的跟火车挨边的就是一个詹天佑。然后我说詹天佑，然后他也愣了，对吗？对，没想到你竟然能答出来。我知道这肯定不对，因为他是铁路，他修这个的时候就已经有火车了，所以说这不应该是他发明的。我觉得能跟火车铁路沾边只想到一个詹天佑。司机不难，司机这。然后最可气的，当时呢，观众是鼓掌了，然后我就认为我可能说对了，结果。然后呢，我就问了好几个，我说对吗？他们也告我对。然后下来我们就查了查，你诸葛就记住了。然后他再也不问了。问别人吗？我们俩在哈尔滨时全得包。嗯。我唱那个一吊高腔的，好，一吊高腔是哪的曲种？一吊啊，一吊高腔是哪的曲种？不知道，咱不都南昆北弋吗？我当时想，是北方吧？你到哪儿我还真不知道。你呢？北方，我说到这不就得了吗？哎，啊、你说北方哪儿？具体到哪儿？嗯。我就如同一个傻逼，专八考了没考过？然后呢，我下来特意查了查，没过，是在江西的益阳。嗯，就跟北方没有关系。哦，就咱这个南昆北弋东流西望这四个字，跟这个地方也都没有关系，因为都换地儿了。因为这过去跟现在南北划分不太一样吧？不是，他好多都是，他是按不愿透露姓名的姓朝以前的事儿了，都清朝那阵儿，他是在确实在北方。你下次问一下火车谁发明的，让兰兰问一下。好，下回我问你啊，记住了，乔治史蒂文森。然后我答出来了，有嘛意义呢？哎。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嘛，要什么有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说、啊、最早是人一调，他叫一扬调。这句话呀，说的就不严谨。我从来不说这句话。相声演员的肚就好像一个仓买一样，眼巴前常见的有，大件儿您奔超市。就是哎，你诸葛老在他那问一些，我确实答不上来的东西。相声演员的肚就好像一个仓买。常见的有，不常见的我们也得学习，即问之学嘛，对不对？什么叫即问之学？既然你问了，我们就得去学。
对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他在坛上问的我不知道的，我下来都会查。查完了以后呢，他再也没问过。有可能我也忘了，有可能我也忘了。我就等他下次问我，然后他从来没有问过。哎，下回问你啊。等你再问我就忘了。这火车这，不是咱也得问点儿，问点就是大件儿的东西。你要是问一刮胡刀谁发明的，这确实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刮胡刀的英文单词还知道是什么吗？这我确实是忘了。哎，我们表嫂来了，是不是？我们嫂哇睡觉了，哥哥们，这就睡了，困了，几点就睡了？这都十点半了。相声演员怎么能够十点半就睡觉呢？我们家闺女都没睡呢。早睡早起，咱们也得熬到四点半呢。嗯，四点半？对呀、啊。那不行，那不行，不行。怎么困了？我今天起太早了。陈凡，陈凡，我天，我可起可早了，我天天几点起？嗯，几点睡都得七点起。嗯，你俩聊吧，你下吧，拜拜。你不睡吗，金先生？那我也睡了啊。你睡吧，爱你哟。拜拜。我也两小时了，我也两小时了。哎，你那还挺圆，我这怎么不圆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也下了。好，拜拜同志们，咱们拜拜了。祝你们都能美梦成真，晚安。晚安喽，朋友们，咱们晚安了啊！结束了，明天下午2点半或者3点，然后咱们不见不散，好不好？